我们欢乐巨人队带来的作品。我现在就在医大医院呢，刚打完狂犬疫苗，啊，大夫说让我观察半个小时，没啥事儿我就回警犬基地了。你们先带着警犬练习一下坐、卧、靠、等待，啊！哎呀，不用接我，接我干啥？整的好像这大白天还有人袭警是咋的？刚说没人袭警，这怎么还来个大肉包子？站那！哎呀！是不是傻呀？你就真躲，你也找一个大点的物体呀。你躲潘长江后边，他能遮住谁？你想干啥呀你啊？来来，你下来来。能咋的？下来来。啊，下来。放心，我保证不碰你啊。我上来能咋的啊？我揍你呢我！干啥呀你呀？再说我，没完了啊！还敢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再比量，你再比量。哎呦我天！哎，你真没完了是吧？你给我停！干什么玩意儿？这家伙打的！你咋的？再说一遍！就揍你！警察咋的都是不对的。你干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不知道他撵你？不是那个警察叔，你误会了，他是我家里的。你是他家里的？我也不在家待着呀。哎呀，那你在哪儿待着呀？我谁家都去，他腰该走，你咋这么愿意溜达呢？警察叔，你听我解释。是的，哦对，坐下，等待。据我观察呀，这边这位雄性应该是你的配偶。我巴不得丧偶呢。来，你说啥呢？你快等，这等待，悟性还挺高啊。不管你俩是不是两口子，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个撕咬嘛，啊，在我们那儿就得给你们关铁笼子里头。哎，对，关他。哎、咋的？关我不关你呀、啊？不是，姜大爷先关。咋的？哎呀，停！怎么动不动就狂吠呢？这都什么血统？这我 O 型血，我汉族。谁问你俩这个了？问你俩原产地，就说你俩哪儿的人？我产自于绥中县孙家湾带沟村，你呢？别让他带沟里了。哎呀，你自己掉的沟。不是谁？行了，叫啥名？李针尖。刘麦芒。漂亮。针尖对麦芒。你俩要不干，都对不起这个名啊！啊，那你这名也不合呀。哎呀，不仅名不合，脾气还不合呢。生肖还不合呢。没毛病。性别也不合。啊。他一天磨磨唧唧，跟那老娘们似的。哎呀，你爷们儿，你纯爷们儿。行了，不是你俩干脆分开得了，你这啥啥不合呀？哎，有一样合的。啥合呀？和我离婚。行了，站一边去。那你俩既然是两口子，是吧？也属于家庭内部矛盾，这我就不参与了啊。刚才呢，不追究了啊。那我走了。不是，警察叔叔啊，你别走啊。有困难找警察，这事儿你得管呐。我倒是想管，关键我这不对口啊。我是那不是你对不对口，这都不重要。关键你要走的话，他就得揍我，他一揍我他没完，我们废了。哎呀，这觉悟，你帮帮我。行了，看你那窝囊样，怎么回事？来，你坐这儿，我问问你。我今天我肯定不跟他过了。因为啥？跟我说说什么原因？因为他这个人吧，他。说呀，埋汰，埋汰，那得多埋汰，把婚能埋汰离了啊！他这人啊，从来不洗澡。说啥呢，搁那人？我本身就是个搓澡的，你还让我咋洗？警察叔叔，我现在再洗呀、啊，都给我泡糊弄了。瞅水都迷糊啊！我现在恨不得呀，我做梦啊，我都梦见自己在幸福的大沙漠里，渴死，干巴死，老干上了都。
太急洗澡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这也不是啥大事儿啊，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，这不是？听见没？要大事是吧？嗯。有啊，前段时间他带我去蹦极，就非嫌绑我腿上那个安全绳100块钱呢有点贵，跟人家讲价，说能不能30绑我脖子上？你虎啊！我跳下去不勒死了吗？那玩意儿悠来悠去的，哪那么好容易死的？哎，听见没啊？涉嫌弄死我，这事你管不？不是啥，这个那个你好啊，一点孝道都没有，还搁这说我呢？我没孝道，你说这话你丧不丧良心的你啊？你有孝道吗？哎，就今年咱妈过60大寿，是不是我亲手给买的蛋糕？是你买的蛋糕，但最后你把蛋糕呼我妈脸上干啥呀？不，那呼咋的了？呼不是证明这是一种啊祝福？我为了让老人开心呐。你开心倒行，你开心。你倒是把蜡拔喽啊！60岁生日啊，插60根蜡烛，那家给我妈脸烫的，像活活没似的。你说妈她是不是故意伤害你？啊？你管谁叫妈呢？我爱给谁叫妈给谁叫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百善孝当先。你说出点事儿，你敢说吗？你说呀！停！什么玩意儿？帽子。啥意思？捡去，捡去，去！你等我回来的你。说说吧，为啥非得要离婚？哎呀，就刚才那点事儿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看看，现在让你说，你还用不说了？哎，据我观察，你这个人耿直、忠诚、值得信赖，这就是典型的黑贝的性格。你看我这么信赖你，你是不是也应该信赖我呀？嗯，要不我怎么给你们调解啊？警察叔叔，定，取回来。现在还生气吗？我刚才生气了吗？哼，给你一根，谢谢。我给你一根。哎，消消气嘛，不要那么暴躁，对不对？你看又没饿着你俩，啊，来吧，跟我说说心里话，不说我可走了，我可真走了啊。警察叔叔，其实我们俩结婚4年了，48个月了，我啥也没生出来，我也没生出啥来。不是，我感觉我有病，我也有嫌疑。我说那你俩查查呀。今天来医院，这不就来检查来了吗？反正等一会儿结果出来了，就知道到底我俩谁有问题。哎呀，不管今天咱俩谁有问题，我估计啊，咱俩夫妻的情分呢，就到这儿了。你咋还给问哭了呢？不要太悲观嘛！啊，现在医学多发达呀，对不对？就算你们谁有问题，也可以采用人工受孕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拿我们这个基地来说吧，想要个血统纯正的优良精选，那也不是说要就要上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真心想劝你俩。护士来了，你快跑！你别走，别走！你俩在这儿呢，快拿行动吧！整俩这么半天了，这检查报告出来了，你俩也不拿呢，都快下班了。你看，来，给你吧。干啥？我俩不要了。你看，不要，不要了，好不容易怀上的，不要了。嗯、啊？你说啥？你不知道啊？你怀孕了？谁怀孕了？他是谁呀、啊？你媳妇儿，我媳妇儿怎么能怀孕呢？她咋就不能怀孕呢？我有病啊！你正常，你凭什么说我正常？因为她怀孕了。她是谁呀、啊？她是你媳妇儿。你媳妇儿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媳妇儿，我怀孕了。不是，你怀孕了？啊，咱俩结婚4年，要了4年孩子，你都没怀孕，今天上趟医院来检个查，你就好意思怀孕了？哎。
这一点都不奇怪啊，越想要他就越要不上，这种情况在我们医院挺多的。哎呀妈，老公，看来咱俩谁都没病，我们终于有孩子了。我媳妇怀孕了。快抱起来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快下来啊，小心点，你媳妇都七周半了啊。老公，我好像要生了。没到月，四个月才生啊。哎，四个月那是黑背。不是，口误了，口误了，回家养胎去，走。哎，干啥去？跟我走，跟我走。还干啥去？做检查。我媳妇都怀孕了，还检什么查？我没毛病。做产检。啊，这个得去，老公。这个得配合。咋的？哎，慢点的啊。哎，慢点边儿。嗯。别动，媳妇。嗯。这还有个树叶，你把你绊着啊。嗯。哎呀，这整挺好的。哎呀，哎，你俩的包还没拿呢。哎。